六十强 PK 赛上回合嘅五灯选手狭路相逢，但系胜者只有一个。上次五星嘅参赛者系令我有啲失望。两个都错，睇下边个错得劲。咁容易挑战，唔系唔举手系嘛？我就觉得咧，佢输俾自己啊。佢赢啦啦佢。我唔好顶得顺你啲动作。我最主要唔揿咧，就是因为我想睇人 PK 你。究竟边个可以继续唱埋落去呢？香港何济公子痛退热省呈现《中年好声音二》，星期日晚9:00翡翠台。